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丽。我们今天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新疆轮台县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我长大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去给我们家里面买一点东西，我们再回去。我买了一些，就是给小孩买，就实用东西。我买的穿的，然后我还买了一把糖。我想的，我有小侄女嘛，我有两个小侄女，三个小侄女。然后小孩，哎呀，姐姐就来了，我可以给他们给点糖果啥的。我大哥嫌弃我买的东西太少了，话挺乱了。然后他说他自己去，说我不会买东西，他自己去要买点东西，说是。现在是晚上8:43，我们往家走了，然后还没有完全天黑，还可以吧这个天。你如果不想吃的话，不要逼。这两个叉签子是牛肉。他说这个烂烂的特别好，我说对。我真下手吃了，有点好。你没啥吧？没事，吃。没见过红娘。你这个红娘来的。这种东西好吃，但是真的做饭里面不正好吃。又是猪的。甜的，这个是不膻。是谁干的？你看这个。好大哦，好大呀！不吃羊肉的人。